老了，你吃的什么东西啊？老了，干活累了，吃个糖休息休息。来，给你一个。你这糖谁吃啊？难看又不好吃，我要吃驴牙糖。臭小子，老了给你上一颗。姥姥，你做糖弄这菠菜叶子干嘛？你小子等什么？姥姥给你做个绿色的牛轧糖。你就吹吧，看你能做成什么样的。姥姥，牛轧糖就这样做的呀？对呀，你要不要来试试？我掌握不好火候，叫我吃就行了。姥姥，还别说，这做的一模一样呢。那是，以后想吃就找姥姥。呀，快来尝尝姥姥做什么好吃的啦！姥姥，这好香啊，有奶茶的味道耶。姥姥，这牛轧糖配奶茶简直太棒了。